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蚊子和苍蝇称得上是人们最为讨厌的昆虫，尤其是夏天睡觉时，嗡嗡嗡，很是烦人。除此之外，蚊蝇的危害主要就在于传播病菌。据统计，苍蝇的寿命虽然只有一个月左右，但其繁殖能力之强却很惊人。一只雌蝇可产卵500至1000个，一对苍蝇的后代共合约1.9亿只之多，数量惊人。如何消灭家中的苍蝇成了人们苦恼的事情。对此，艺术家洛伦佐·马吉奥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装置——苍蝇枪 ——Bugle Salt， 一打一个准，弹无虚发。Bugle Salt 尺寸和真枪差不多，不过和真枪不一样的是 ，Bugle Salt 是一把能够集中喷射食盐的散弹枪。它不足以伤害人类，但是对于苍蝇来说非常有效。将此枪瞄准苍蝇后，只需要轻松扣动扳机，用食盐制作而成的子弹便会快速射出，被击中的苍蝇会当场毙命。Bugle Salt 还有一个更为贴心的设计，配备有镭射 LED 功能的瞄准镜，哪怕在夜间也可对蚊蝇进行击杀。Bugle Salt 由塑料制成，没有电池，不用充电，在装满食盐的状态下可最少发射50次左右，有效射程在1米左右。不过在实操中建议采用30到60厘米的最佳射击距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对人几乎没有危害，但一定切记不要射到脸上或眼睛等部位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 Bugle Salt 并不依赖于火药，它并不具备那些杀虫喷雾器所具备的毒副作用。或许你还在质疑这方法靠谱吗？目前该苍蝇枪已经在国外销售1000支，报价为$34.95，大家会考虑购入吗？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